百块了，会走啊？我爸说这样几千块了，对啊，这样几千块，不能留下。我爸，这样几千块，过一口怎么办？两百块，你爸好不好啊？两百块，哎呀，这你爸都，哎，十分有人啊，这个呀，就点点包一包。哦，这么一碗，两包一百五，现在这么一碗，八五货的，不成也要八五。啊，江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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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啊，这黑啊，江米人来的，还有他那宝贵，哦，江米，我的啊，江米啊。啊，这回吃不了这大骨锅了，我天，那贵要来了，来回三百块，像你家三百块，像你，我一万真贵。